从中挑选一种成为第十季奔跑吧的专属幸福之花，哇，赋予它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和花语。哇，来了，哇，一二三四五，这边有五种，哦，这边应该有，这边有五种。以前大家市面上看到的玫瑰大多是国外品种，而这十种是昆明花拍中心联合景科花卉研究中心一起研发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货玫瑰。这个好看，我也觉得这个好看，我也喜欢这个。我想要那个玫瑰，我想要那个红的那个。虽然你不是我们队的，但我也很感谢你。这个好看，我们就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你觉得这个好看？我也觉得这个好看。我也喜欢这个。They told us last to see us. 一点都不俗。这个好看。我也觉得这个好看。这也好看的。刚那个。Aquellos ojos verdes que yo nunca besaré. 十号我也喜欢，破旧玫瑰。十号好看。就请大家依次挑选喜欢哪一束，就把它拿下来。我觉得这个好看，我的队员来选一下。走，队长您先走。哎，是这个吧，队长。我想要那个玫瑰，我想要那个红的那个。刷啦啦 ，twiddly dee it gives me a thrill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这个呀，哎，队长，哎，是这个吧？这个吧。好。像这个好，好，那就拆了。好，您好。比较复古，这个好看，这个复古。十号队长喜欢。四队都已经选好了自己心仪的玫瑰，但是今天在接下来的每一项任务中，排名靠后的队伍将面临被拆队的风险。哦。我说的吧，那人哪儿去了？就拆掉之后，这些成员归属到其他的队伍当中。那队长呢？一样的，队长也进别人队当队员啊。这倒也没有了，得寄人篱下了。对，同时被拆分队伍所选择的玫瑰也将被淘汰啊。我们最终只会从这四种玫瑰当中挑选一种。成为我们奔跑吧第十季专属玫瑰，各队一定要守护好你们挑选的玫瑰。天哪，太残忍了！太惨了！四位女队长今天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每人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专属鲜花名牌。